やばい。夕日です。めっちゃ綺麗。三、二、一、虹です。おお。もう薄くなっちゃう。ね。早く見ないと。早く早く。早く。わあ嬉しい。みんな虹ですよ。虹ですよ。杉並区のみんな、杉並区のみんな、虹が出てますよ。ねえ、松の木です。松の木の皆さん、虹が出てますよ。夕日も綺麗ですよ。あ、夕日も沈んじゃう。あの写真を撮ったよね。エヴァちゃんの写真を。二人の写真を撮ったよ。二人の写真を撮ったよ。あ、待って、あ、綺麗。いや、綺麗。あそこめっちゃ綺麗だ。わー。綺麗。感動。感動。あんな雨の後の虹だから。あ、すごい。本当。うん、綺麗。すごーい。わそうだし、色が何かさまざま。いやー、いいのを見た。いいのを見たね。すごい。これパノラマで撮ったら色の変化する。そっか、虹ってさ、いつもさ方向が分かんないのよね。わー、すごーい。今日もいい一日だった。いっぱい写真撮った。うん、だこれ本当にすごいもん。あとでインスタで。それをキュウリを串に刺して漬物にしてて、星型のキュウリ。あ、本当？あのトマトの、うん、なんか四角くするやつ、うん、あれの容量であるらしい。本当？ちょっとじゃあキュウリ星型で調べてみようかな。ほらほら見て、わあ、いいねいいね。ここにもほら美味しそう。もう一本ある。美味しそう。わあ、キュウリくん続々と。ゴーヤくん頑張れって感じなんだけど。こんにちは、エヴァです。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Eva 讲 in Japan。Eva 讲在日本，来到我们第二季的第七集。今天打算来个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在之前前几集介绍了关于我在日本工作的内容之后，这一集我想要带大家听一些属于日本的声音。那说到日本的声音，我想，现在很多人脑中应该都浮现出了不一样的想法。今天要给大家收听的是在日本很典型的一个电车电车的声音。比如说我们去上班啊，或者是出去，尤其是在东京啊，去跟朋友见面啊，或者是要去买东西啊，基本上你都会使用到的就是电车。那为了采集这些电车啊车站的声音，我其实利用了刚好这周我们也慢慢的从一周一天去上班变成了一周三天，所以我有三天的时间分别的去采集了一些声音的样本，其中也会有一些我的解说跟说明。我的出发点很简单，一来呢是想说，诶，大家都因为疫情嘛不能来日本旅游，但心里又思思念念的想念日本，这时候就可以听听这些日本经典的声音，或许可以来个闭上眼睛的这种脑中旅游，感觉应该也不错。那第二个原因其实是比较私心的，这些其实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非常重要必不可少的存在，但我们有的时候会没有记录到它，
用这个方式作为记录，以后我再慢慢的回顾我自己录的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懐かしい，好怀念的感觉。不过这也是我第一次使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可能中途会有很多噪音啊，有一些技术上处理不当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还有想跟你们说，现在我在录音的当下，星期天下午四点左右，哇，这个窗外刚刚很可怕，七月的东京突然刮大风，下大雨，还有冰雹，整个是超厉害的天气，这个梅雨季也是蛮不稳定的。但蛮幸运的就是因为这场大降雨，导致这个气温呢就慢慢的冷却下来，不然今天最高温又达到32度左右，实在是超级无敌热。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跟着我 Eva 讲一起出门上班去搭电车咯。行きます。行ってらっしゃい。So, okay, 学校早安各位，我现在准备要出门，今天要出社，就是去公司上班。通常呢我是骑脚踏车到车站。嗨，然后我会牵脚踏车，从我的家里到车站骑车的话10分钟以内就会抵达，最快的时候我曾经试过5分钟就到了，当然那是用飙车的手段，平常的话大概就是10分钟8分钟左右，走路的话大概是20分钟。现在骑车应该会有风声，不过不用担心，我是戴着耳机骑车的，所以我只需要张嘴讲话就好了，手的话还是一样握着脚踏车的把手，慢慢的吹着风在街上骑着。有很多上班族们也用走路的啊，或者是骑车前往车站。在日语中，一般的这种有篮子的脚踏车叫做“ママチャリ”。这种“ママチャリ”很厉害的是载小孩的那种，它前后都可以放小孩子的座位，而且是有那种遮雨棚的，在下雨的时候，孩子们就可以坐在里面，又不会淋到雨，而且还都是透明的哦，孩子们就可以直接看到前面的风景。我骑的车也是“ママチャリ”，不过就是前面有篮子，没有载小孩的那种。哦，对了，很多妈妈恰力很厉害的是他们是电动的，有上坡的时候我会骑得很费劲，因为我的脚踏车是全部靠人力的，但是电动版的就很不费劲，只需要噔噔噔就可以骑上去了。等到我把脚踏车骑到车站之后，车站附近刚好很幸运的有一个驻林场停脚踏车的地方，一个地下停车场，把脚踏车停好之后再走1-2分钟到车站，坐电车去公司。那因为在东京呢，这个大都会里面地铁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一般的人也都是采用坐电车的方式通勤或者是通学上班跟上学，所以基本上在车站附近也都会有脚踏车的停车场。在电车上呢，尤其是现在快要到夏天了，日本人上班族手里一定会拿的一个东西，个夏天经典的手帕。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住在车站很近很近的地方，基本上要像我一样骑脚踏车啊，或者是走路到车站。在炎炎的夏日走这样一段路到车站的时候，你已经会是满身大汗了。很注重仪容仪表的日本人呢，基本上一定会带着手帕，这些西装啊，打着领带的上班族们就会在电车上边擦拭汗水边挤进这个人潮满满的电车里面。最夸张的时候，人多到你必须要贴着玻璃啊，或者跟人肩碰肩。好的，那我现在准备走进车站。走下去之后需要 D 卡，刷卡进车站之后到月台等车。Arriving at track 2, please wait behind the yellow warning lights. 刚刚广播说电车要来了，我没有录到日语的，但基本上东京的地下铁会有日文版跟英文版的广播。哦，车子来啦。
那上车之后我是不能讲话的，所以就稍微录一下上车后的声音。上车咯。哦，今天没什么人。公司从去年11月就搬家了，新的 office 距离车站非常的近，所以我大概只要出车站上楼梯走过对面马路就到办公室了，非常的 lucky， 很棒很棒。现在也没有下雨，今天应该都不太会下雨，开心。那么今天也要是美好的充实的一天，加油。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关于我骑脚踏车到车站以及进了车站低卡上了月台上了电车转车以及抵达公司附近的车站一路出色的这个通勤过程。希望电车的声音啊还有风声啊嘈杂的杂音啊不会太影响你们今天收听的品质，相反的我希望你们可以在听的过程中去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作为一个东京社畜一个上班族平常上班的一个过程，在很热很热的冬天要像挤沙丁鱼一样挤进电车跟别人一起闻对方身上的汗水。但你知道最有趣的是什么吗？在很冷很冷的冬天挤在一起确实还是蛮温暖的。我记得我以前大学的时候还经常会在很早的时候坐电车，然后因为大家都很挤嘛，所以我还会头靠着陌生人的肩膀稍稍的小小的站着睡觉一下也算是特异功能吧。不过现在想到疫情，大家可能就会更排斥或者是对于这样子近距离的接触会更反感，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在日本很多公司要不就是实施在家工作的制度，要不就是会有错开时间分别去出社上班的这个制度。最后一点讲到关于日本的电车，东京的电车还有一个很让人惊讶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人身事故。没错，人身事故顾名思义就是哇有人可能卧轨啊，或者是有人到
铁道上、轨道上不小心出了事故。这个就是在日本，尤其是年末的时候，很多人由于经济压力啊、社会压力啊，或者是职场压力啊，无法面对新的一年，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人身事故。这个也是日本很有趣的一点。那么我们就下周末再见咯，加呢，拜拜。